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在什么年龄开始有宗教的信仰比较好？有很多人常说，等我年纪大了以后，我要好好的信教或是好好的修行。也有人认为呢，自己的孩子在还没有成年以前不应该有宗教信仰，要到长大成人以后才比较适合有宗教信仰或者是修行。那么究竟在人生的阶段中，什么时候开始有宗教信仰是最适当的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信仰宗教或信仰佛教有一点相同，也并不完全相同。修行佛法或修行呢，一般的这个宗教也有一点相同，也不完全相同。所以相同的地方呢，修行呢，就是使得自我成长啊，或者是希望自己能够啊，从苦恼而变成了快乐，从啊不愉快，从彷徨无依而得到快乐，以及得到啊归属感，这应该是相同的。那么说不同的呢，看看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呢是怎么样子的修行，这不大相同的。在印度啊，一直到现在，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印度教。他们印度教徒啊，修行呢，有种族性。有的像婆罗门种族的人呢，他一生出来，他就是修行的人，他是修行的家族，修行的宗族。他们也结婚，也生孩子，可是他们这个宗族啊，就是啊，宗教师，生起来就是宗教师，他们必须要做宗教师。可是呢，除了做宗教师以外，他们也要自己的家庭生活啊，所以他们规定啊，到了中年以后，才真正的进入山林修行，而成为一个传教的传教士了。这个是啊，印度教。那么在佛教来讲的话，没有这种限制，也没有说一定有哪一个宗族的人可以信教，哪个宗族的不能信教，而是说凡是有知的、有灵的，知道需要佛法的，全部都可以信仰。而从小小的时候，小到你只要懂事就能够学佛了，就能够修行了，老到已经快死了，还来得及赶快来学佛吧。所以没有年龄的限制。但是呢，在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就是一种想法了，年纪轻的时候啊，对宗教还不需要吧，到死的时候呢，究竟要到哪里去来找个宗教吧，就是要回家的时候就是找一个门啊，没有准备回家以前呢，这个还不需要嘛哈。所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还不需要信宗教，年纪老了以后找一个心灵的寄托、归宿的一个依靠，所以是需要宗教。因此要说，当他自己退休了，家庭的孩子啊已经长大了，自己呢没有太多的许多的呀社会责任与义务了，这一下子好好的去修行去了，吃素去了，念佛去了。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人好像是告老还乡啊，做员外了，就没有事了，就去敲摸鱼啊，诵经去了。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人呢、啊、已经有很久了，
还有中国人呢，因为是一个儒家的一个基础的社会，所以呢对佛教的信仰，对宗教的信仰，这个原则上啊不那么排斥，实际上还是啊不赞成的。所以自己信了以后呢，信了佛教啊，他这个心里想啊，孩子啊是不是要信呢、啊、这是孩子的事了、啊、不要强迫孩子吧。像这种观念是错的。在佛教来讲啊，你的孩子生起来以后，生在你的家庭里边，就是一个小菩萨来了，就是一个善知识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善待他，一定要好好的在佛教的信仰的环境之中啊来培育他，成为一个未来的菩萨，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啊、如果说不管他了，让他自己自生自灭了，这你太残忍了嘛，你太不负责任了嘛。这个孩子的宗教信仰跟他的未来的一生的前途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的。有了宗教信，有了很确定的宗教信仰以后啊，他的对于未来的人生的旅程呢是走得非常的平顺的，一定是安定的。虽然也许他在人生过程之中啊有许多的波折波浪，但是呢他经过许多的波浪啊，他的方向不会改变的，他的做人不会啊这个偏差的。那如果说这小孩子长大了以后让他自己选择，那等于说让他自生自灭，这个是不负责任的。父母对于儿女结婚都希望要干涉一下，希望做一下顾问，为什么对自己的一个宗教信仰啊，不但是切身问题，是终身问题，而且呢是无限的生命过程之中的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就不给他做一些安排呀、啊、做一些辅导呢？所以是呢，我劝呢、啊、诸位菩萨们啊，诸位这个观众们呐、啊，你年纪轻的时候就要学佛啊，年纪大了以后你赶快学佛啊，小的小孩子啊要劝他学佛，带他学佛啊，否则的话你会遗憾哦。阿弥陀佛。